欢迎收看小学生打闹式采访。技术哥在采访的时候要关心这个人物。哎，要自然。哎，没碰到。场面一度失控，我累了，你自己玩吧。这是什么？怎么还有兔耳朵？鸡叫。鸡叫。没想到龚老师的唱歌歌声真是。能不能别聊这个话题了？谢谢你，龚老师的演技那真的是流量演技，谢谢你，啥都不缺。别说了，他微信头像都是猫，他像那个叫什么？那叫铁，就是鸵鸟。啥？你这个智商啊，一辈子应该都猜不到。这个镜头互动一下，两位。互动是干嘛？刚我们互动已经很多了。比个心，比个心，比个心，你好油腻啊！那你要干啥？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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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风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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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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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它海浪惊涛，我有我乐逍遥。喂，你怎么又迟到？我这不是去打听此地有什么名菜去吗？那你说，今天晚上咱们吃啥喝啥？今儿啊，你就请我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肉、烧花鸭。等等，说清楚。嗯，怎么又是我请你吃？我都救了你那傻徒弟了，你请我吃顿饭怎么了？不亏了。这一路上，我请你吃了甜西瓜、甜糕点，还有加了两勺糖的甜糖水，还不算曹少侠那顿啊？你说。欠我这么多银子，欠我这么多顿饭，哎，阿旭，能不能请我吃顿饭？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唠叨了？这就叫近朱者赤，近温客行者。近温客行者是什么？叨逼叨。走了，吃饭去。哎，阿旭，等等。